上午继续市政总执行哦，啊，第一位是洪平壤议员，啊，在洪平壤议员未执行之前呢，哈，是不是请那个教育局长，那个刘老师有没有来？有没有列席啊？报告议长，报告，也有各位议员，没有来。然后今天也发表了，昨天也发表一个新闻稿，他但是今天没有来，是。啊，你有通知无？有，我有通知。哦，足侪市民拢在看的啦，吼、哦。啊，唔同拢讲议会唔对。啊，议会，洪平壤议员接受一挂无辜的校长，啊，甲陈情，啊，要请咱这个刘亚平老师。啊，来议会说明，这原本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啊！啊，你刘老师，我唔知影你咧惊啥，我想无啊。不但无要来接受，无要来说明，佮对我放话吼，创啊满城风雨，啊风风雨，像个议会拢总乱源拢唔对安尼。啊嘛，拄好咱这个科学市长啦吼，属实啦，啊真挺身啦。我即摆吼，我甲咱即届啦吼，咱即届顶进前个就卖讲啦吼，咱即届合并以后个议会吼，诶，咱有传来说明个人员啦，我甲高雄市民报告一下啦吼，啊，高雄市民大家去评断啦吼，看到底是遮善良来议会咨询个遮老师较戆。啊，是这个刘老师、刘大老师吼、哦，较伟大啦吼、哦。啊，我宣布一下吼、哦，啊，咱第一届第二次定期大会第八次会议吼、哦，啊，邀请南珠国小啊，齐子言吼、哦，营养师啦吼、哦，来个议会啦吼、哦。啊，第一届第三次定期大会第七次的会议吼、哦，啊，咱。市立六龟高级中学宿舍吼，管理员李素贞呐吼，第一届第三次定期大会第七次会议，市立六龟高级中学橄榄球队吼，徐国贤教练呐吼，咱管区合并前了吼，第五届第三次定期大会第三十次会议了吼。南洋国小附设幼稚园班谢中修老师啊，第五届第三次定期大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前金幼稚园李群美院长啊哈，第五届第八次定期大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小港国中张世信主任啊，第七届。第二次定期大会第十二次会议，环境保护局技工工友产业工会陈志环理事长啊齁，后日是本会啦齁，第七届第五次定期大会第十五次会议，湖东国小营养师尤真贤啊，第七届第五次定期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大善国小营养师吴怡昭，第七届第五次定期大会第十五次会议，新兴国小营养师叶素竹，第七届第五次定期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福康国小营养师林秀美，第七届第五次定期大会第十五次会议，高雄启智学校营养师陈春儒啦吼，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拢甲议会比试个，哦，说明比顺啦。啊，我都唔在想讲，都唔在人家，这个人较戆，还是较诚实，还是较老，还是较善良。啊，拄啊，这个刘大老师，伊较伟大，啊，佮咱市长天生的款人，啊。啊，即摆就我要请问了吼，伊声声故宫讲伊毋是公务人员的身份啦，惊弓叫啦吼，
啊，我请教来了，咱的局长刘亚平老师有领咱教育局的薪水无？啊，你说明一下。啊，谢谢议长。我们知道军公教他是依法那么来执行他个人的职务。那执行这个职务呢，我们都有给津贴。他有领，有领教育局的薪水无？是他有领，有啦吼，津贴是。啊，市民百姓拢看啦，吼，拢听啦。你声声句句讲你人民啦，啊，讲吼，那立法委员，那安尼咪使随便请人民去立法院避询。啊，即摆教育局长安尼说明啊，伊确确实实是咧领教育局的钱啦。啊，我著即摆已经想无啦。到底咱即摆高雄市，咱市政府是私人的公司？啊，是私人的加码店，啊，是已经私人的企业，啊，是公办民营啊，拢总毋是。啊，你既然领高雄市政府的钱，你声声句句讲你是人民，啊，议会人甲安平弄议员，顶前，几啊十个校长来顶前。啊，做一个民意代表，敢无义务通请你来议会，互你说明？啊，你到底咧惊啥？我想无，你咧惊啥？你若无去来遮说明，阁互你有机会，安尼较有对你敢对你敢有较不利？啊，你是啊，着安武安呢？满城风雨，逐日着上网站，啊，上网啊，攻击安平弄议员，啊，你该说明个你吗？我伫主席台后讲过，这些议员那如果叫这些基层的，还是任何一个官员，讲来议会避询，还是说明，啊，那如果有所讲的无事实，还是讲在甲恁侮辱，欢迎恁提出告诉，啊，你是要来议会说明？啊，我想的，你唔知，你到底唔知你靠些啥物？啊！我、哦啊、相信市民，若有看到，大家有自由公论啦吼。人这十二个善良老实的，啊，多余的。啊，刘大老师，你不要这样搞，不要这样乱搞哈、啊。啊，请洪丕长议员发言了。啊，主席、市长，咱市有各处的处长，啊，局长、处长，咱的媒体朋友。咱关心市政的市民朋友，大家搞啥？大家好。本席哈，算咱议长的话哈，继续讲嘞。首先，要来请问咱的干部局长萧永达，你认识吗？哈，萧永达是议员，那教师会发起人是谁？请局长答复一下。来，局长，等会。啊，谢谢议长，啊，谢洪议员，啊，刚特别提到，啊，简单，洪议员是指高雄，原高雄县，高雄县的教师，当时的发起人之一是萧永达，萧议员当时也是发起人。啊，萧永达是发起人嘛，哈，好，请坐。萧永达，伊是咱目前的起源。一，我要请刘大。老师，哦，亚平理事长，注意听，萧永达是你的前辈，也学习，也社会历练，绝对赢过你啦，绰绰有余啦。一是不是有机会，好、哦、有邀请市府会计主管到议会说明。可以请问萧议员萧永达，伊是咧前辈，过来，他都话你就咧说讲遐个人，是毋是有来议会说明？哦，挑上车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有，唔能够讲啊，你的前辈，你的经理所的发起人，伊是议员，伊学习，包括伊的修养。种种方面拢比你较优秀，我肯定
谢宏达，嘛希望你请问谢宏达有这代志无？议会来说明这是好事，不是歹事。我本来啊，伫五月初九迄一天要质询啊，我是要感谢老师、老师平常时的付出，为着教育咱下一代，辛辛苦苦的付出。结果我阿未讲话尔，质询内容嘛，到底要怎算，伊都唔知影。伊开始网络，伫这电脑啊，一直甲我攻击。闲话，宇宙开始生气，就是车到前一天车白暗，一直网络啊，网络啊，公开啊，说很多扭造事实、歪曲事实的话。九号没有来，又没有来，我们议长啊才会猜事啊，所以啊。这个原因是起刘达老师亚平理事长，我过去宇宙我相信宇宙也不会那么生气，才是无限这个行为可能一家己要检讨。我收到人校长老师包括学生家长会长的投诉陈情，本身认为事态严重，有需要依来议会说明。在接着跟投诉的情形，先超十五天，十五天前，我也有拜托咱教育联络员，那个郑小姐通知以来，私底下我甲请教几个问题尔，我嘛讲有必要，我要请伊来议会说明。伊无意见，我相信讲，我嘛是讲伊会来，结果。伊个动作够大，伊安尼吼，啥物代志都做出来，比人咧讲的吼更加厉害。人家讲的吼，我还是不相信，所以有必要请他来说明。我看啊，今天没有来也没有关系啦，人家够拢厉害啦，一种动作啊，我请他来，好问了也是白问啦。今日想再讲我一个问题。我迄阵要甲问你吼，有人检举的内容，我稍微甲咱家的官员报告一下。一个工会会当长期占用中校国小，中校国小是咱议会正对面尔，吼、哦，正对面差不多五十公尺，伊要占用上少将近九十六年到即嘛七六档。五等至六等，结果，咱来知影，伊占用这个学校啊，唔知何德何能啊，结果啊，这个伊付出的费用是偌济，伫这个客户书内面写清楚楚，水费一百块，这个管理维护费两百块，免租金，免租金。我讲一个工会啊，号称啊有九千六百人的会，这个会员啊，诶，这个会员，伫这个学校利用咱校的资源，这是公善。九千六百人，一个月用的水费一百块，维护管理费两百块，唔免租金。来，要请问咱的教育局长，你认为这合理无？请到。来，请到了。啊，谢谢议长，谢谢洪议员哦。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了解的结果当然是，当初在原县的时候，就是由学校跟他们来签订。那我想这个事件我们会请学校去做一下检讨。那么这样的收费是否符合现有的规定？那我们会来要求学校。但教育没啦，较重要啦。如果好，咱教育一个民间的团队没啦。基本上学校如果有闲置空间的话。那么他是可以考虑是否要在不影响学校的这个教学的情况之下来出借。那当然借用的过程好了，那我就你就针对问题回答了。我讲好好好，管理薪资里面哦，出借管理薪资里面哦，写上同一办法当然临时性的啦，伊是一千三年啊，伊也知影这个岗位啊，闲杂人员进入校园啊，万一发生问题。谁负得起责任？是刘亚平没负责任，还是小弟弟没负责任？
我想这个是有分两种租借，一种就是比较短期租借不可以吗？学校的管理机制里面都说很清楚嘛。平常日啊，是有囡仔上课时，会当就是六点到十点嘛。是，其他时间都袂当借伊啦。伊借伊是违反常理呢。你若讲借一个讲劳工局的吼，也是咱政府的机关呢，不是学校，倒还是可以去沟通的。啊，你借学校，学校这是校园安全问题。有可能发生霸凌或者性骚扰或者危害到学生的生命安全，如果发生，我想你也有这个气啦，啊，你何必有这麻烦呢？是，你借伊无租金嘛，你不甲收租金嘛，你甲收水费100块，你甲收维护费200块，啊，这100块200块象征性的所谓的而已嘛。咱今日就是有咧真情，讲这种的不服，请你是不是有高见啊，高丽之嫌啊？我想跟宏远报告，我所了解的话，他当初这个变是说用一种租借的方式啊，那么程序上他是没有完成，这个对吧？他是不合规定的，规个版本拢改啊啦。但是啊，我相信啊，咱人民团队伫高雄市啊，高雄市拢总偌济，给你知无？高雄市啊，咱的人民团队有几间你知无？有828间啊。此例一破，伊常来讲此例不能破，叫老师来议会说明，这个不能破。我甲陈斌讲，如果啦吼，这828间呢，会讲回啦，人民团队啦，你要求讲要叫好好闲置校舍，当为他们的这个办公，当成他们的会所。毁迹的是毁冠，安尼天下大乱，是不是会影响小孩子的受教权？所以安怎讲安怎讲，依你讲未通嘛，讲未通嘛，是安怎？刘亚平有法度，把伊的工会搬去学校，搁一个教师会，两个好了进驻学校。这个契约书写的也不清不楚，没清没错啦。因为教书里面，你买规定，伊要按照用的所在是民政老化，好、哦、是照一楼二楼，啊，需要清楚啊。伊即摆做规个学校啊，只要好好的资源、好的建设、好的传播设施，伊拢会当使用。靠这下面这离谱的，这离谱的。所以今仔日有人来进前。有人来投诉，我难道唔免叫伊来议会说明吗？可以讲个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唔是有这个勾结图利之嫌？讲个清楚，莫个常常互人咧投诉嘛。啊，我是输出这个原因，请他来说明，难道有错吗？没晒吗？这好事，咱的公善呢，未当随便好，会当借讲外来。这闲杂人员去进驻呢？你现在去要进驻，有可能咱为着要维护安全，咱派真侪人去维护呢？多少钱？200块，200块水费交1200人，一水费100块，啊，你好爱多添呢？好，啊，真好，起码都经费无啥搞的，啊，过来。来支援这人民团队，这讲未过嘛？这引起真侪人的怀疑嘛？有可能是高级嘛、多利嘛，还是以刘亚平、中学校长？如果校长唔做哩，有可能啊吼，一个逼退，伊怎么咧逼退人的嘛？所以讲，这个代志，我叫伊来说明，我向投诉人。处理真爱回报嘛，好多人知影嘛。难道这我有唔对吗？难道这人不应该吗？工会我无反对，伊替老师讲话我嘛无反对。老师的管理跟囡仔受教权，上不讲较重要，请问小兵。我想学生的受教权绝对是摆第一优先的、啊，所以优先嘛。对，我们期待所有的老师去都是在第一线，很认真的在教学。你甲长
把校舍借人当为人民团队，会不会影响小孩子的受教权？对不对？影响会不会？我想学校会去评估，因为有多余的空间，而且按照定数来。这件呢，我们来了解，伊当初改成无完成伊的定数了，而且无完成这定数来照用吼，这个部分我们来了解。我跟你讲啊嘛，学校的管理办法你有没有看呐、啊？你对内容你有熟悉无啊？未当照照这人民团体啦，未当照啦，照的是违法的啦。那最近有学校的闲置空间，那大家宿舍要争的时阵，阮是用公开的方式的，安尼是较合适的定数啦。当然你那基本定数的吼，我跟你讲啦，马上了解了啦，这个照了，处理开啊，没完没了啦，安尼规个乱插乱起啦，规个乱起啦。你也当照刘亚平，你也当来照陈明哲，你也当来照张文瑞，会使未？你买几呢？啊，起码因为少子化，好空，空你的房，那个校舍一大堆啊！啊，这个学校借给社会团体，出了闲杂，人也那么多，假借要去洽公，啊，来行破坏的事实，那发生的问题谁来负责？负责了责任嘛？负责负得起的责任嘛？负不起啦，对不对？所以啊，本校直接要建议，好、哦，那个议长。是不是这个案啊？啊，去查查，好、啊，局长我要剪掉，或者请局长啊，这个移送到我们侦讯室去查查，有没有违反这个利益输送的问题？有没有违法？我所在这个徐州内面，我也冇看，未使照一嘛，不使照，一签是三年呢。合并了规个版本修改，伊毋照修改版本，伊阁摕过去的版本，即、这个教师会高雄镇教师会也是在中校国小，现在一百人成立的五月一号劳动节成立的产业工会，教师产业工会马西迪，伫中校国小，啊，这两个哦港务体啦，双胞胎啦，蝴蝶性很大啦，这个。刘亚平是理事长啊，那个廖建忠是这个教师会的理事长，也兼产业工会的副理事长啊，两个联合伫网络在搞他塌房，在搞我修理，吼、哦，真正实在，你两个配合天衣无缝，我靠啊吼，那个宣传，吼、哦，并不是比人家个哥啊哥啊厉害，人伊讲啦吼，高雄市啦，高雄市啦。无，包括教育界哦，无一个一惊啦，大家都惊伊啦。我有真济人啊，在座，阮三位议员，八个院长，我唔惊伊啦。做一个议员啊，有所为，有所不为，你知影无？所不能忍，事不能忍，所不能忍。哦，所可事可忍，所不能忍。我跟你讲啊，今仔日既然啊发动我三民区的市民，要来搞罢免，有那么严重吗？我在议会啊，无敢讲点什么代志呢？是请伊来说明呀，无搞我网络一直搞批，串联全国的教师，串联全国教师联署谴责，佮甚至去三民区啊，要搞我罢免。啊，我话你。啊！你阿余文，你无讲你作假，我作假，我唔惊啦，余丁啊，我唔惊，我首先余丁你哥唔惊啦，啊，我余文在这啊，我唔惊啦，我靠，唔惊，惊是故意人啦，又单大市长，你又听，我靠，唔惊，校长啊，市长，你好听，好听，阿余文，看伊咧讲个呀，你等下较答复一下，看会使安尼袂啦，少年的安全，我看是比啥较重要啦，哦，啊，我讲啊，要做一个校长啊，经过几若关的训练啊。会当这个好处，让来使用、来学习，拢超一般啦。绝对无爱去计较俩，伊当作人惊伊。来，伊伫我做这个啦，我简单几句啊，几个字，阮大家分享啦，吼、哦，大家知影起啦。即马有真侪校长啦，吼、哦，因为伊可以小可代志都得罪，因为哦，伊做这个工会吼、哦。
这个岗位靠这个岗位能量哦，哈、哦，啊有这个岗位能量咧收听，伊那就收拍起来，过来特别得，大家都不想得，真侪校长吼，拢因为无爱，下面一般见识吼，那我就自动提早退休，不然我就走人，我不当校长了。这不是空口说白话，资料真侪，你遐卖时间。好，我代志做者，我简单几个例子：罗德高中苏进校长，2011年2月1日退休了；大寮高中李水贤校长，福贤高中林文正校长，文山高中刘世林校长，岭口国小吴珍珠校长。阳明国中黄淑清，这个喊杨淑清啊，原来是明华国中的校长啊，因为气候下有一个工程，因为受伤啊财务出问题，完成95%啊，无法度继续完成。结果啊，伊即马去阳明国中做校长啊，就调去阳明国中。结果这个刘亚平啊哈，为着要去招伊会员啊哈。去到阳明国中找这个校长，这个校长啊，伊讲啊，阮的老师啊，那拢加入高雄市职业工会，对伊啊，这个无啥，这个服务比较怠慢一点啊，伊就袂爽咧，伊怎咧去共检举，去行政院检举，找空，找要找人的麻烦。我这个阳明国中的校长啊，黄校长啊。真正优秀，派当做阳明国中的校长、明华国中的校长啊！这优秀的人，你也不想教他，因为你要招会员，人不给你配合名，你就敢监禁。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我讲刘亚平，你是一个正义型的人物，你叫老师来决策，我嘛叫老师来决策，唔但可以利用，可以动作。干股要来破坏规个教育的体制，让好教育局，让伊个规套办法拢做清楚、做明了。伊会当甲老师讲啦，甲校长讲啦，校长，你要退休无？你若无要退休，我甲你遗产。院长，慢讲，伊是老师会当遗产啦。我相信院长，你嘛无管理讲遗产啦。后面医生是检查看的代志嘛，你去报案吼，检查看医生嘛。你退休无代志，你若唔退休，我要甲你医生。这保护这消防，目中无人，唯我独尊。我伫这正式吼，我是针对刘亚平尔，其他的老师认真教册的老师，我都非常的尊重，包括校长也好。教育界这每一个工作人员，我拢足支持、足肯定。本来是要利用即阵的时间呐、啊，刘亚平你刚来，我是要感感谢个学老呢，要来肯定老师的付出呢。因为咱未来朱龙翁专科科校长，你那咧教书，我本身要讲一个例啊。我读圣义国小，伫中正那个寮路，一个进圣义国小。我是五年四班，我一个老师啦，好好，我的教室引导徛在桌子对面，特工那轮到伊教课，伊拢叫我自修，啊伊咧创啊，伊咧拍麻将，伊的麻将声，我伫教室拢听会到，那夜教无代志，那暑假啊，会得啦，我的学生囡仔一定学讲下声。甚至讲抢地啊，甚至和霸水杯。我讲伫这个环境中大汉的、塑胶的，我靠有甚物读册？我女儿都不爱读册，就是因为我这个老师啦，所以五年子弟啦。啊，因为好家在，我是大人啊，真正是快要掉落悬崖，把我拉起来，起来靠你做议员呢？啊，无我嘛搁沦落了啊，我有搁你社会独谈。我一个老师非常的重要，到了下一代
一单人的职责非常的重要。一个囡仔有可能因为伊好来教育，会当变成社会有路的人，甚至有可能做总统。啊，若要五子弟啊，有可能变十大枪击要犯。最近伫网络甲我攻击，捏造不实的事实。而且我首先要来问议长局，是不是请议长时间暂停？我请新大大队长季宏某季大队长啊，时间暂停了啊，进入议时间暂停。季大队长有没有来？啊，那请坐。好，那个季大队长，咱前议员，好、哦、有一位前后议员蔡长根。伊个公主啊，有一次啊，酒驾自撞，去弄个安全带啦，结果心受重伤啦，救护车把送去病院，结果咱南方去派出所啊，伫病院是甲拖出来啦，拖出来是心受重伤，规身骨拢总毁啦，鼻腔相公倒啦，结果伊啊派出所手铐、脚铐甲铐起来。伊若伫遐咆哮，或有脱逃之嫌，你甲铐起是对的。但是伊是伫个重伤嘛，伊自身的难保啊。伊会讲哦，我做艰苦是毋是？你个脚铐棒甲我铐，无要出小人。结果医生叫医生，啊交保证金拿出来。过工咱的蔡议员蔡德金嘛是我的好朋友，虽然甲我讲这个代志，我迄阵拄啊含。林武忠、吴明是议员，多做诶，晚上还着赶到南麻坑警察队。警察队诶队长看到我有业绩，阮请我啦，吼、哦！啊，我接问咧，记者问这一题，一题无？啊，讲我伫遐嚣张，讲我咧删警察局诶预算。我要请借问咱诶指导队长，这几年来。我身为执政党的议员，我有删过你们警察局的一毛钱吗？请答案。请答案。谢谢议长，谢谢洪议员啊。我到高雄来审了四年的预算哈，在这四年审预算之中啊，非常感谢议长，也感谢洪议员，还有我们全体的议员，非常的支持啊，没有删过一毛钱。尤其是洪议员啊，每次在审预算的时候。很没有意见的是最大声之一啊！谢谢。好，谢谢大队长哦。我将来唔办三零警察局的预算，我嘛是一定维护你警察局的预算，包括含议长同款。有议员意见，我拢去给疏通去拜托。所以咱这几年来，好、哦、除了蔡警长，包括以后的黄局长，咱警察局的预算，阮议长会给你支持，别人嘛是会给你支持，未给你删。但是这个过去这个。坏的习惯了，我希望要改了。谁来改？议员为民，好、哦、服务，为民的好事，去到现场了解。当然啦、啊，咱基层的警员唔免来这套，唔免用媒体来修理议员，这个很不好，这个、很不好。你啊，用这修理了家己，起码这刘亚平经过这个报道，伊嘛个网络一打哭，哭讲我的嘴脸，讲我是落恶这个议员。这个代志是好事啊！媒体继续甲报道，讲哪讲，一定要甲追杀。啊，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没有事实没有，有事实有。我是为民，无一官说，我是为民，千万别去了解案情呀。如果整个过程有瑕疵，我是会建议，好、哦，这个是不是方式以后要注意一下，改变一下。我是属于这样而已，我也不敢去叫你说这个酒驾不酒测。也不开罚，但也不移送。我没有那个权利，我也不会这样做。酒驾应该罚就要罚，啊，处理方式要有人道一下而已，哦、所以我希望就对交代你的下属，哈、哦，包括这基层的警察，唔通定定天堂边都叫媒体要来修理议员，这个不好，哦、好不好？好，那个，谢谢大队长，哈、哦。请啊，请坐，哎，可以离开哈、哦。再来，一滴刘亚平，你媒体讲。阮兄哥是一间好好的董事长，
说我没有利益回避。请问院长，我无替阮遐个讲代志，我叫伊来说明。安尼讲，我没有利益回避。阮遐个迄个校叫正义工，正义高中。那阮遐个因个学生囡仔出来，个个都是高材生，呆呆考几大堆，一样伊嘛，当伊拢是几啊十名咧考着一样伊呢。咱个办到只有副出名呢。无咧当做生意咧赚钱呢，啊！这种阿咧加批，阮阿哥做董事长，啊！我有代志，我嘛是爱防刺激、防攻击，这种够道理。讲我为着阮阿哥来反对工会，啊！这工会本来就是要落尾向学校的这个资方在对抗的，啊！所以我替学校的资方讲话，我当时替阮阿哥去学校讲话啊，乱。栽赃乱扣帽子，伊嘛讲，咱的议会将来无人工会理事长有到议会说明的，已经头头你宣布了嘛？啊，这个陈志宏，上次工会理事长，我们叫工会这个嘛是有来议会说明过啊，说明是好事，不是坏事。除了伊有做唔对代志，心思看开来了，伊讲伊真心不怕火炼，伊要接受咱。咱的检验结果无来，后壁我讲啊规大堆，我相信网络现场你有咧注意嘛，真侪咱这局处长，你嘛有看到，看到伊伫网络咧甲攻击，串联整个台湾的教师要来谴责我，一万人的教师要谴责我，我讲啊，一做，你来我看，团结捍卫尊严，拒绝政治迫害。伊敢有遐伟大啊？啊！伊拢咧用政治迫害，用政治的手段咧修理。伊敢有遐伟大？啥拒绝政治破坏？咱是用什么政治的破坏？我讲，对哇、啊。社会本来拢做和平、做安顺，就是由伊这种的人来做理事长，整个鸡犬不宁、乌烟瘴气。咱的教育更加大家在辛苦，大家在付出。集思广益，用那么多心血，再把我们教育办得好、做得好，就是有他在破坏。只要啊，这是得意，有这些得意，伊就要不还手。这种的岗位，咱敢袂当？哦，这种的理事长啦，岗位我无反对，做理事长，咱敢袂当个清醒？我直接要讲啊，局长嘛，过去哈、哦，蔡清华，你前任的局长，看到他。都会头痛，好啊！我要问你，你看到他会不会头痛？请答我。来，请答我来。啊，刚才给听，刚才阿议员，我是一个勇于面对教育问题来解决问题的人。那如果各个教育的团体他们有意见，我会倾听。这两例我都不会对，我不会对。这两例例我都处理不了。是你如果问我说头不头痛，我是的确头痛了、我是的确会头痛。你很头痛，措手无策啦。但是是头痛，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意见，事实上他所提的是有道理，有一些未必是有道理。那当然，他如果要透过经常透过一些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的确会造成我们同仁因为都要回应媒体，而产生非常多的个工作负担。我觉得。我的确必须要讲几句话，是不是红眼容许、哦？你所讲的哦，是不是容许我来说讲？有听啊，也不能了解了哈，请坐了。要可不可以讲几句？阿宇啊，阿宇啊，阿宇啊，时间不够了哈。是，等一下，阿宇啊，阿宇啊，可以回。我决定讲我头，我决定讲头，不要卖卖我嘴了。你说吧，说讲讲明白，讲说清楚了，没关系了。记住讲明白了。来，局长，请局长答复。在我觉得基本上。整个教育或是社会的稳定力量，除了法治，其实还有一些道德跟习俗。那我们如果什么都把它诉诸于法律来论是非，其实我们就会很多的兴讼。就我教育的角度来看，我蛮期待，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道德或习俗，我们来用沟通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其实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了。所以就这件事情，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其实社会是不是少了一点点尊重，还有沟通，还有一点体谅？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强硬的要争个是非，的确
会有一些问题会弄得很复杂，所以从我教育的角度，我是期待是不是这件事情能够各自能够尊重体谅的观点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不要把它不断不断的延伸跟扩大。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很多的老师都是非常安分守己在学校教书，我相信议会也都很尊重我们的老师，所以基本上对某一些个别的人或是事件来了解，我是会以没有义务来议会备询。我教育局如果议员能够咨询，我能回答我尽量回答，但是如果议员的确有需要请他来说明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其实也刚好给我们教育同仁一点澄清的机会。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尊重的角度来处理这件事情。对啊，哦，我想但是我们会一个前提，就拜托议会的议员能够来用尊重的方式来了解事情，不要给我们老师有一些让他觉得非常有压力或者是不礼貌，这个是我一个局长我应该要请托的一个地方。那我相信我们大部分老师都是相当理性的，是不是用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纯粹就是从法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如果说就法来讲，我是会在议会里面接受议员的质询，我非常的乐意，而且对有指教的问题我们会来行政处理，我想这个是我们对议会的一个尊重，我想是我要表述的一个态度跟看法。谢谢，谢谢，谢谢你的答复。决定决定是你听我讲了齁，我都只有声明过了，我这议员官啦，如果说叫这些官员还是说叫这些基层的来说明，那如果针对事实有黑白的讲，还是说侮辱，欢迎您提过，我这已经讲第三遍了，是不是？啊，我讲过人这十二个，简单起来这十二个，这十二个唔算应该，较高也较善良。所以，请洪议员，就是如果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些教育的失误，那我们需要去了解，去做一些报告说明，我非常乐意的去做了解，那做必要的一个处理，甚至跟议会来做报告，我都非常乐意。谢谢。好，谢谢请坐。当然了哈。要刮别人的胡子，先刮自己啦。我早上起来就先刮胡子啦。哦，我刮干净才给他，哦，开档来给讲一句啦，哈、哦。伊新的一个工会的理事长，伊每礼拜教一四节课，一般的老师爱二十节咯，四节课你要专心。那一般的民间团队，吼、哦，你做什么理事长，没有这么优惠啦。再来享受公保，权力，工会的权力，公保如果有丧葬一个月，可以请你五个月的补助费，包括一退休一个月最少你六七万，劳工参加劳保退休一个月你要一万多块，不到两万块，公保这些福利，工会参加工会，权力这么大，每天在那监管大力。如果伊那一个让你肯定的一个教育家，一个好的老师，伊要办会务，为着老师的福利，伊在办会务。我倒是建议伊留职停薪，唔通干假细节，干领专心，这个伊无改切。叫代课老师来搞，会不会影响学生的受教权，也是一个问题，非常严重。当然了、啊、劳方资方同意他有这个权利，工会 的这个干部可以一周上四节课，一般老师一周要上二十节课，一登记来一起告各用官告有会，现在合并了在五月初，一百年的五月初，他成立一个商业工会。咱高雄市有四个工会啦，四个会，两个到四个，两个工会啦，一个职业工会，一个商业工会。咱高雄市这个是职业工会，都没有争议。咱办真正咧办这个工会，真正是为着多数的老师，为着咱的教育咧拍拼咧付出。但是刘亚平，伊做理事长，写着有7900会员在外面胡作非为，冲个考定，何老师啊，何校长啊，有责无权，我就办教育。
管是不是生来丢，你来受教钱，这个家长一定会反对嘛，一定会检举嘛，一定会投诉嘛。不是新的民意代表，与民老师人民的问题来跟我投诉，我一定要处理嘛。既然要跟我罢免，要跟我公开谴责，议员选举啊，一年哦，就改四年啦。如果啊，不表现无好，市民就自动会给淘汰啦，就会落选啦。唔免你计费心啦，教育较用心的啦。到办好事，我的家长，我的做人的，做人的是大人，做人的父母，拢会感谢因啦。老师是做成功，他在过去儒家有在教教导，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地位那么崇高，为什么他是白领阶级？宁愿屈辱自己要干蓝领阶级，一旦参加公布的人，既然佮加入工会，但是这法律上我无意见，但是我以平常心来讨论，一个白领阶级的人员要降低自己的身份，我嘛是落岗啊，我无看不起落岗啊，是安那？啊，不过咱政府是照顾落岗弱势者，工会管理相容不尽。工会福利比一般的福利更好，所以啊，这人道理，天地天下了，才好的好看的代志。本身是针对这几点，要来跟请教，要来跟拜托伊来说明。我哪里有不尽？当我还未止损，如果我来止损，有对于羞辱，对于有不礼貌的所在，我也可以放弃言论免责权。可以给我提告，欢迎来告我。但是啊，下底学生的立场，我要为学生的受教权维护，我要帮助学校的校长可以专心的去教育办好，不要让他们有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在一个非常友好的环境下把教育下一代，好好用心去做。安尼，咱的国家嘛靠希望，所以讲啦，议员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啦，惊代志唔敢讲，无够别人做议员。你如果啊是哈、哦、是可能，说不可能，那因为一出门我就忍耐，安尼我抛开地水，这个代志我也当忍耐。所以对我人身攻击，我嘛是吞忍，我无意见。但是你不好的代志，我未当忍，我忍，我就失去我做议员的意义啊！我也是坦荡荡，我也敢跟他比，真金不怕火炼，我可以接受检视，我不贪不醋。是议员，我也无良心做代志，我无要求什么好看的代志，但好看的代志忙找我。那有什么委屈的事情来找我了嘛？那好的建议来找我了嘛？我拢会尽心去把我议员的职务做好些。我敢讲大声话，我的面相讲甲全部同款，别人一句以来讲甲全部同款，一直维持我做人的风格。我讲今仔日讲安尼，明仔就是做安尼。我讲的甲做，绝对可以接受检验。哦，我无咧惊伊啦。我若怕他，我就不是红平佬啦。我若因为他，我疑问不好做，我也笑笑。要跟我爸面做你来，他没那么伟大啦。你是跟我说像要死哪里？他要伟大啦。所以说在这里不是我不怕而已，我也说我在座，我陈明哲、赵文瑞，包括李九，都一样啦，我们不怕他啦。我怕了，你说我不怕。你怕是你怕，怕给他送的啦。你叫伊未送呢？啊，如果啊有违法就移送好不好？那局长，如果对刘亚平啊这个霸占校舍的问题、不付租金的问题，然后水费一个月缴100块，维护管理费200块，这些有违法，签这个约是不是违法？那就一并办，应该办就要办。可不可以做得到？请答，简单答。请答了。好，谢谢。
这样指教，我们已请那个政工室来查处，如果有任何不法，我想我们就依规定来办理。我所知道的话，这个部分是。那谢谢局长啊，我知道了，谢谢局长。好，这个时间是你总教，你们这里要注意了。我针对了总教都要讲的了，伊就是讲参加光辉老师啊，伊是一周。上本来要上课20小时了，起码变4个小时。在工会里面，我们也看到每一个我们属于团体嘛，哈，来做一个工会，这是维护伊的权益，这非常的好。但是我也要请教劳工局长，伊这个产业工会教育产业工会里面第20条。本会之理事分为当然理事与选任理事，合计不得超过21人，任期1届3年，人选得人任。本会之理事19人，候补理事7人，监事7人，候补2人。也刚有当然呢，还有当然理事。第22条了哈，本会之理事长1人，由会员是以直接选举方式选任的哈，人选得人任一次，是副理事长1人，由理事长提名，经会员大会同意。因都两个一个理事长，一个副理事长，都感觉都未错。所以讲占工会有一部分，就是讲有这个20节的上课，都享受4节。但是这讲吼，我们。应该是要提出一些制度上不合理了哈，来做一个全面性探讨了。那这样子，我们的教师权利了哈，才不会被玩弄。这样子，我们教师在我们社会地位马靠重要。所以讲，针对着刘老师，当时我总教讲，俺是要求伊来做说明，来议会还是公团大家做说明。当然有必要的时候，按请去办议会，也当然所有的我们全体的高雄市民啊，关心我们教育这一块的我们的民众这些疑虑的解答，我相信讲这是较良性。当然受到安尼宗教为着维护一个整体的我们教师整体上的一些权利，还有我们一些民众所要了解的，受到真大有困。但是我谈这啦吼，才讲真辛苦啦。但是我感觉讲，以像这样的我们应该是来寻讨一个合乎法令的来做一个探讨。当然，一定要去保护家，一定我们来当为了议会的尊严、政体按百姓需要知影，一定嘛站出来，我大家了解吼。我去保护家啦吼，我因为。宗教做一个对着伊刘老师的一个看法，我希望讲未来大家都有一个良性的探讨，在这个法令上，我们也可以检讨，我们应该也是可以检讨的了哈。所以我当下吼，我讲一个较轻松的话题了哈，就讲像我们现在目前呐哈，财政很困窘，要安那去把整体上。也带动我们的一些市府的财源呐，哈，所以说，我们那本身的对的呢，农机移转本身的法源呐，哈，来建立方案呐，哈，因为存在规定金呐，哈，我也利用这个时间呐，利用这个时间，跟各部会安尼局处长哈，跟市长来做一个探讨，哦，目前。我们整体啊哈，也农机上也法源根据了哈，有作者按目前那个一起依照我们宪法里面的，就是大法官会议解释了哈，第400条了哈，以行政院就有关公益我们的继承道路不予征收之含是否违宪了哈，来做一个探讨，这是经过大法官。来解说齁。所以讲以这个宪法第15条有关于人民财产权齁 应该给予
啊，保障之规定啊，就是在保障安尼个人啊整体诶财产啊，甲维护着按这个自由使用。所以讲，那因为公益上诶问题啦吼，地输着安尼国家啊机关啊无法度当征收着人民的财产哦，应该是爱有一个立法一种的方式啊，来希望讲按这部分者吼。来做一方面的叫做宪法保障财产权哈、哦、啊，所以讲就讲作者哈，按、哦、因为土地上啊，所有权人啊，伊有损害，所以讲我嘛谈这个部分啦、啊、哈，希望讲按各级政府啦、啊、哈，在因为我们的经费的困难啦、啊、哈啊，应该是对着这方面啦、啊、哈来做一个补偿啦、啊、哈，啊我嘛谈这的讲。针对着未来按都市啦吼的看法，啊，我有看到足些安尼市员啊，当然对着安尼财政啊吼，嘛是非常的关心啊，所以讲这部分啦、啊、吼，我是利用讲未来按总结算的时间啦、啊、吼啊，这今仔日有借着淡薄啊吼啊安尼方议员的时间，啊，希望讲按这部分加对着安尼整体有关啦、啊、吼、啊，我们的市政。的发展呐、啊、哈，来这几方面的探讨。啊，这卖精神呐、啊、哈，就是我们农机的移转的范围啦、啊、哈，应该是以比较着安尼农机奖励范围啦、啊、哈，更加宽。哦，这卡这依照这个考量啦、啊、哈。啊，我所以讲我嘛感觉哈，有一寡部分就是讲，伊这是依据哈按宪法里面延伸到我们的啊内政部啊也所有的啊法案呐、啊、哈，拢是经由着安尼。都市委员会，只要我们都市委员会依法令啊，就通过就可以实施了哈。啊，这是啊，简单啊，起个报告了哈。因为呢，如果对着安尼整体啦哈，这农机渔船对着安尼都市的发展是非常好，会当政府啦哈，会当大幅啦增加我们的税收，比如讲房管税、地价税，还是土地增值税啊，还有我们所捐进来的啦哈。拢是市政府啊的财产，哦，所以讲伊各关系拢有足济啦吼，足济关哦啊，因阿弟个市政府个啊，包括新北市目前实施这个制度啦吼，已经啦吼，超过将近啊关1600亿，按新台中市啦，超过关800亿，啊按个高雄市啦吼，目前啦吼，会当讲吼是超过。啊，六公顷啦吼，啊，所以讲这个部分啦吼，差不多是80亿的效益啦。啊，所以讲依照吼，咱各管区的比较起来，按啦吼，实在讲非常的少。啊，所以讲以目前来讲，只要我们啊市政府还有我们都会同意啦吼，未来对我们的财政啦吼，各方面啦，应该会增加非常的多。啊，这部分啦吼，因为市长我那真关心，所以讲我那叫着。安尼财政局长啊，要列席啊，要列席啊，是相关的会议啦吼。所以讲，伊这部分啦吼，啊，这对我们的扩大财政啊，非常有帮助啊。所以讲，我嘛感谢啦吼，啊，特别利用时间啦吼，有具体的啊，就是哎呦，就是讲，伊这未来会当来解决着违章的建筑啊，第四台优线啊，瓦斯管线来自来啊，水管啦吼，啊，电力管线的问题啦吼。各来未来哈，各当来解决的继承道路问题，所以讲我有两方面啦哈，就讲具体的啊建议啦哈，就讲按整体啦哈啊，依照现行财政的考量，甲政策的导引啦哈，应将农机移转的范围比照农机奖励的范围，才符合公平公益之精神啦哈。建议啦，就讲按应该立即来修改啊农机移转的范围比照。农机奖励的范围订立全市负面表列，哦，这是我第一个方案啦吼。啊，第二个方案就是讲，啊，如果无法度，安尼当我拿来把这个啊空间啦吼，就来啊扩大啊，问他1000公尺至半径啦吼，1000公尺至1200公尺，啊，包括的捷运啦、啊，啊，火车站、轻轨、六大转运站啊这部分。啊，这个吼，这个部分啦吼，我唔知讲财政局长啦吼，对这方面啦吼有相当的了解啦吼。啊，我相信讲政府，我们
已经了吼啊，潜藏债务了吼，年报增都2兆吼，迄天《自由时报》报掉，我有那看着足忧心。所以讲这部分啦吼，俺是不是讲财政局长，你依你的看法啦吼，一个政策啦，俺免出半角银啦，啊，结果会当带动经济发展啦，啊，佮安尼持有的税收啦吼，你的个人的看法啦啦。啊，请财政局长讲了。多谢局长，多谢陈议员。陈议员，这个见解是真好的见解吼。啊，这你这个拢是预算啊，拢是预算。目前地方政府有咧开始咧推，啊，有部分的地方政府原来咧做，啊，高雄市政府目前原来咧努力往这方面来推动啊。啊，我感觉陈议员的见解，我会好好参考。纳入我们的有关规定里面，所以吼、哦啊，我们的局长请坐吼。这如果我嘛要市长了吼，跟安家副市长、跟各局是讲，因为恁为是都发局的委员嘛，一个都市的发展应该本身要有政策上的导引嘛。立法是中央通过，内政部通过，就是要地方来实施。这个地方啦吼，所推动的一个物件都白卡白手，这对着安尼啊整体的发展，尤其是影响未来税收啦，非常的大。我简单啊，市长报告，如果开放5年呐、啊，相信啊，它可能啊吼会带来啊将近1000亿以上的一个债务的带动，会当加入来安尼市政府，会当做真大的资产，所以讲未来你带动起来。经济好起来，啊，安尼土地增值税佮征收啊增加啦吼，一年啦吼，有可能拢加200亿。所以这无形的啊周边效益，它所带动的非常多。啊，是不是啊？我那简单来请教着市长，这部分你的看法，个人的看法哪啦？市长长。多谢议长，多谢陈议员。啊，拄只陈议员提起讲。政府潜藏的债务年报增达到2兆、哦、它是指中央政府，当然中央政府如果财务不佳，地方政府当然也会连带的受害，所以我想怎么样子解决高雄现阶段财务的问题，是高雄市政府相关的急促，我们认为这是高雄未来施政上我们要怎么节流开源、啊、这都高雄市政府要打拼、啊、当然那个陈议员一直关心容积的移转就 TOD、啊、让我们政府较少支出、啊、这个方向我感觉非常特地推广，我想高雄市也正在努力，那当然我会觉得说目前我们容积的移转只限于解决公社保留地的问题啊，有较狭隘啊，这个部分我愿意跟我们都市发展局、地政局、财政局啊，我要求他们要更加开放，整个大的环境很不同，那我们怎么样子增加土地的价值啊，增加高雄市财务的基础、哦、我感觉这个部分啊，我拢期待都是发展局、地政局啊，甲咱的财政局往这个方向哦，啊，大家人共同来打拼，多谢。谢谢市长吼、哦，所以讲看到遮济问题啦吼，尤其吼、哦、看到当然吼、哦，对着安尼整体啦吼，拢会关心着债务啦啊，债务啦吼、哦，所以讲我这部分遮。我相信讲议员提出好的建议啦吼，嘛希望讲咱市府这边家也能够去啊参酌，啊能够尽量去会当督促，啊这是会当讲开发财源的。我相信讲会当解决着百姓的问题，尤其着这张图啦吼，简单讲，像这就是计划道路里面有一些未征收的，那未征收的按政府本来就有义务去按解决。啊，所以讲像类似这样啊，一些的问题啦、啊、吼，希望讲啊，市长这边家也当然啊，责成相关吼、啊，我们啊，都发局还有财政局、地政局这边家啊，来做起拢边啦吼，啊，也当来完成一挂
人民所期待的问题啊，包括这啦吼，你要看市长这啦，像这样啦吼，他一个为，比如说不是就既能够解决基层道路的问题，既未来基层道路像这以后有可能会违反这基层的，就是这基层道路未来会叫计划道路，那计划道路又可以容积移转，又可以解决啊他们的问题，哦，这就是一个很重要。那像这样的，他们能够兼给啊，我们比如容积移转，啊，那当个代管人的问题啊，变成起户的财产，这是也当讲对百姓也好，对市政府也好。啊，所以我希望讲这部分啦，吼啊，安尼市府相关团队啊，尽快研拟。啊，咱都发局有小组讨论啦，吼，有那朝向很啊很。很开放啦、啊、齁，很乐观的态度啦、啊、面对这样的一个啊能够带来我们的财政的问题啦、啊、齁，还有相关的大家的共识啦、啊、希望我继续啊大家当然会继续来催啊呢齁，我以上啊为利用这中介损的时间啊把这个问题先点出来，那我在5月31号的总执行里面我也会把我们相关的资料都公告详细啊，以上来做一个报告，谢谢。好，我继续执行齁。本席对于刘亚平刘大老师哈、哦、为人师表，好、哦、为人师表，对事情未查明了哈、哦，就对外宣布不实的消息，不尊重议会，本席正式提案，即日起，高雄市政府应禁止高雄市教育产业工会、高雄县教师会及其代表参与高雄市教育政策之咨询及出席相关教育行政的会议，已经存在应立即修改，请局长答问。局长，我这个提案你有什么意见？来，局长答问。啊，谢谢局长，谢谢洪演。我们基本上对议会的提案，除非有自爱难行，我们都会给予尊重。我想这个态度跟立场没有改变，谢谢。没有，谢局长啊，那个我们这个也是请议长啊，是不是尽快速度啊来处理这个案子？因为人数都超过人数了哈、啊，请议长处理。你提案送进来了吗？啊，送进来了吗？啊，我也送进去了。啊，来，咱针对问题了哈。哎、啊，市长，教师产业工会的会议你认识到学校内面敢有适合？市长，请你简单讲下，敢有适当啊？适当吗？迄囡仔伫遐读册，迄国校诶学生伫遐读册，哎，你一年迄会址伫遐敢有适当？来，请讲下。谢谢议长哈、哦。那我想，这个教育局对于学校闲置的空间，它都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些管理的办法。啊，不管是教师的工会或者外界家长会，如果被利用这个闲置的空间，都依照学校爱管理的办法。哦，这个部分。那个市长，这是特殊的经营呢。这产业工会，我听讲会员讲七八千个，九千七百几个。啊！你看这会址，啊，这九千七百几人啊，都不管是伫遐在弄出东西，啊，这囡仔咩读书？我想不要回避问题嘛，对不？对的，对的，对的，对嘛。啊，如果这个部分啊，我们觉得说教师工会他的会员，我想不是人数解救的问题啊，我也感觉啊，不适合讲学校诶闲置空间，不适合就学工会啊，我感觉咱的学校多爱。来修改这个管理办法啊！另外，拄只安议员特别提起讲，这个部分后讲其中，哦，伊无遵照这个管理的办法啊，这个中间如果有任何弊端，我想刚刚教育局长说，我们就送政风来请我们的政风处来进行了解。是这样，谢谢。这不是刻意在搞。你甲工会为难啊！吼、哦，我讲的就是你讲有适合。是学校，因为学校有家己定报告，学校因为闲置的空间，过去甲之外，
因都是拢有这个款的管理的办法。啊，当然真好，一个工会拢无特权，学校应该按照伊的管理的办法。啊，如果学校认为无适当，因为这是一个通案。对，那当然。未使，服务处未使。我会觉得，好好的安全，好好的安全比上还重要了。那我会请我们的教育局针对这个学校闲置空间，如果一个任何的工会长期，我会希望教育局这个部分不适当，就应该立即修改。谢谢，谢谢。谢谢，我有要求教育局嘿。谢谢，哦好。那个局长，我希望你怎样？校园安全比什么更重要了？哦，事实那个拢国小尔，你高中嘛未使咱讲国小，你完全的最靠生符合条件，我都想了，对。哦，好啊，处理啦。啊，拄只市长只是。该以上的以上，哦，那无向人清白，啊，那有真正水费100块，电费200块，啊，这间中小国小唔说做好个，说先说先说对，啊有影啦，啊我嘛唔捌看讲有这种老师，这种教育局长，新闻嘛，恁有新闻，请伊来议会嘛吼，伊也唔来。啊！这往后你唔知变啊，领导所有的这老师，我就是在想，这我替这校长这老师，你变啊领导，我替伊烦恼。我讲真正的，你看好好处理了哈，我看你哪处理了哈。好，休息时。